你看，我原来说过一次，学生乐学什么，在课堂上就学刚才那一瞬间，什么瞬间呢？就是你唱得好了以后，我说，哎，就这个声音，就这个状态，就记你住，就要记住，记这个嗯，啊，你要记这个啊，注意起音哦，注意起音，起音很重要啊。嗯，你看就压住了，是不是？这句实际上一点也不高。就在中央哆、中央来到声发上，就是我们一个很正常的音，你一定要听到，所以你会嗓子会一直给的。不听到，我们用松开的，你的聪明度就是说我轻轻讲，多要求一点你就有了。是我一不说的时候你就忘了。来，就刚才的对了，刚才就对了啊，走，就那么一点点啊。还要那个咪的哆瑞咪的那个咪的时候，还要再控制点音量，不能一咪啊一啊，还用这儿啊？哦，松开。跟你讲啊，一 a 就这个声音，无论你多小，一 a，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放得很小了，但是这个方法就是这样，一 a，100个唱歌里还是能听到咱们这个声音。因为这个声音跟谁都合不到一块儿，一哎，但是如果说一哦，你无论多大都听不见你，为什么？因为你的声音跟大家合在一起了。所以你知道我说的那个声音大、声音小控制是什么意思了吧？轻轻去抚摸那个声带，让声带轻轻的去震动就可以了，不要去一哎压住哈。你觉得漏点气能不能？漏点气出来，那就比刚才好啊。虽然离我们的要求还有距离，但是已经好了，比 EA 比这个好了。哎，让声带漏点气出来，试一试。你觉得哇，我怎么这样唱歌？对了，因为咱们以前对唱歌认识不对，是不是？就这意思啊，不是你一个人这样哦。因为我们身体早期对这个声音的这个肌肉的这习惯是很难建立起来的。很难建立，你每天要经历多少时间，你才能够去训练，你才能够记住哈。哦，再松开点，再松开点，我嗓子会累啊。你松开一点，控制住音量，你高，咱们高音就一下就上去了。我刚才面课的学生一下到了 high C，他原来连高音哆都上不去的。哎，这我一看你就上不去，咱浪费声带了。你看，这个姿势，压住了，哎，压住了，松开。对，听我说，这一声虽然音都不太准，但是你松开了一点，然后声音已经有一点点共振了，不是哎，不是这个声儿了，你必须是松开了以后，它才会有那个面罩的感觉啊，哎，是永远没有的。啊，因为声带压得太死了。对了，就这个就对了。我跟你讲，你必须是在这个状态下，就是现在刚才这一声这个状态下，唱多少遍多少遍多少遍。我现在就不说数目了，我现在不说数目。100遍200遍是不够的啊，可能要唱到几千遍，你才会有感受。而且是标准的，就是这个状态，中间再突然再转个别的状态，嗯，那咱们这还得重来重启。你看这个起音多好啊！不是一，对，我发现每次啊，课上到一半的时候，你立马变一个人儿，不，你会在这个阶段啊，一直在这个原地踏步。一直在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它里面很多这种就这个四度这个关系，所以一定是转换声区之间的转换。你听得懂我这句话吧？所以不能用这个凶声太多来去唱下一个高音。刚才这句我看到了你一个动作，绿压了一下，你唱绿的时候你的脑袋是动不了的。因为你很紧了，你唱的时候就要动，松开了唱，因为你整个乐器僵掉了以后，你的声音出来就是僵硬的，
绿绿，那怎么唱啊？对对，放松点这个地方的力量啊，松开音量，还有音量，音量还是大，音量还是大啊。你视频能看到自己的吗？讲的时候是能看到的，所以你就草绿你自己把它摇着唱，走，你用声带的力量太那个厉害了，压着它唱，不行，声带一会儿就充血了。哎，松开了唱，好吧？你的声带质量很好的，所以不需要使劲的，你轻轻的碰一下，它就能出声音，不需要咱们去使劲用力啊。好的，再来。哇，好多了，比刚开始好多了，好听我说，再松开一点，你会更棒啊！这个身体啊，永远不能让人家看到你是一个紧的感觉。当我们乐器都僵硬了，我们的声音能不僵硬吗？是不是？声音肯定不知道有多僵硬。哎，松开唱，唱歌是很轻松的事情，你要这样想。哎，松开，虽然这个创作的过程你可能是需要点辛苦。但是最后的结果是要轻松的啊！到了到了啊哈，不管他了，这属于不负责任。对，你要为这一句负责的呀，是不是？不能啊哈，啊哈，哎呀，好美呀！这个啊哈是什么意思啊？你觉得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叹词吗？普通的一个感叹嘛，他是已经用语言无法形容了。这个啊吼哇，我已经用无这里面有1万个我爱我的家乡，10000个赞美的话，你要这样想，所以你不可能说啊吼，不管的，是不是？保持这个状态去重复，好，怎么样巩固？重复正确的。到一定的数量，一定记住了，因为这个肌肉它就是靠我们大脑指挥它。你就重复个10遍、20遍，什么50遍、30遍是没有用的，你重复2000遍、3000遍，你看看有用没用？就是好的状态去反复，而不是一会儿对一会儿错，一会儿对一会儿错。所以是正确的东西去重复它，不正确的咱不重复。他肯定就有了呀。